那么在我们 San Gabriel Valley， 就是圣盖博这个山谷这个范围里面，华人呢在慢慢的移进来，迁进来，然后慢慢的发展开花，以及这个居住啊，抚养家庭那、这个这个家庭的这个这个成立等等，的同时呢，照我的印象，这个华人呢也开始在东区里面搬进去啊。那么我的印象中呢，东区的当然的房地产那个时候还没有像这个 San Gabriel Valley 这个圣盖博山谷这一区的那个的价位那么高。那么很多人呢，我的印象中呢，都是在市政府里面工作的工程师，他们在这个东区罗伦海啦、哈仙达海啦，买了他们的住家的地方。那么买在那个地方呢，因为呢开60号高速公路呢，就很容易的到当趟去上班，所以我所认识的好几个在市政府或者是政府单位、州政府单位，在市中心的单位的工程师们呢，都是住在罗伦海跟哈仙达海那个附近啊。那么那一区呢，东区呢，也慢慢的发展起来啊。那么到了十几年前，东区就更有蓬勃的一个发展啊。除了这个华裔的人口进去之外呢，因为东区里面也有一个都市称之为 City of Industry 啊，工业市里面呢有很多华裔的厂商在里面购买这个厂房，设置公司，设置这个经销商业的这个产品，进出口的商品啊。那么在罗伦海的西边的东边呢，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住宅区，当然是包含了这个City of Walnut 啊，但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范围呢，叫做 The Country。The Country 呢是一个华人很喜好的一个有门卫、警卫森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住宅区，里面大概有几千户的豪宅的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社区。那么很多在 City Industry 工业市里面有厂房的大老板们，很多人都是住在这个 The Country 里面。那么比如说其中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叫Johnny Cai 蔡崇仁先生跟他夫人蔬菜，那么他们两个呢创办了这个Max Group 来经营这个电脑业的这个硬体方面，公司呢做得很大，做得很好。那么他们本来住San Marino， 也后来就搬到了 The Country 里面去啊。那 The Country 里面去，也就是表达了出像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那跟他一样的这种情况的也很多，所以东区呢也就慢慢的这个更兴旺起来。所以购物中心啊、餐厅啊、这个 dealership 卖车子的厂商呢、就更多了。那我们也在这个City Industry 里面的设计的一个 Volkswagen 的一个厂商的这个，也是替那个新世纪 BMW 那个 New Century 设计的这个车商的一个项目。那么包含了这个罗伦海，那个罗伦海呢是本身是以前是一个他们这个家族 Mr. Roland 拥有的这个家族的一个大的山区的一个范围。目前呢 City of Hacienda High 呢跟 City of Roland High 呢都还不是都市，他们还是属于县政府的管辖的范围之内。那么
罗伦汉呢 ，Mr. 罗伦呢，也有这个，也有我们帮他当时有在构思购物中心的一个的项目啊，那么所以在东区里面还有一个华人开发的一个叫做Executive Hotel。Executive Hotel 呢是王恒先生所发展的一个在六十号高速公路边上的一个 hotel， 一个宾馆，生意很好，生意一直都很好，啊，所以那个王先生呢，我们也帮他做了几个项目，其中有一个是在Alhambra。那么，所以呢，这个东区呢，也因为慢慢的很繁荣起来，所以我们也在东区为李新华珠宝中心设计了一个李新华珠宝中心广场。那么，这个是显示出来那一区的购买力的实力啊，因为The Country 里面那么多的豪宅，它旁边76 Warner 也是很大片的这个豪宅的住宅区，也是非常高级的住宅区。那么购买力呢也相当的 strong， 相当的强，所以这个李新华珠宝中心的这个发展盖起来之后，生意都一直很好。那么这一区的成长呢，现在慢慢的延伸到隔壁的 Chino Hill， 很高级的住宅区，还有 Chino Hill 旁边的 City of Chino， 啊，那么现在呢也有发展的很大片的这个比较中价位的这个住宅，也很多华裔呢在那边买房自产，也有更有一些华裔呢跑得更远的往东边发展到 City of Riverside 跟 San Bernardino， 也有一些华裔呢翻过这个北边的 San Gabriel Mountain 到山后面的那个 Victorville 跟 Upper Valley 跟那个 Hesperia， 那么买了很多这个空的就是大片的这个土地，那个算是所谓的沙漠的边缘的这个大片的土地，那么是比较是属于投机性的一种投资，而不是真正要去做大片的开发。那么因为那个地方的土地的价值事实上是很便宜。也有人也赚了很多钱，有人呢也没有赚到钱。那么，这一部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也有些人呢又往南边走到Orange County， 那么这个是下一个部分我们可以讲的部分。